9月9日，霍建华与林心如出席2017芭莎明星慈善夜，小两口手牵手步入红毯。霍建华和林心如婚后一直恩爱有加，但两人却很少一起出席活动。此次夫妇俩同框，让粉丝们激动不已。霍建华还全程紧握林心如的手，一脸的宠溺，简直太甜蜜。除了霍建华和林心如，红毯上还有张若昀、唐艺昕、倪妮、井柏然，这两对也都是配一脸。特别是唐艺昕一身白色长裙，有粉丝笑称还以为两人是要去拍婚纱照了。